參與啦。我就想先問下咧，關於我哋首要個工作坊，我身邊有阿榮喺度嘅。阿榮除咗係我哋今次嘅活動大使之外咧，亦都係比賽嘅評審之一啦。不如先請你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啲咩感受啦。大家好。Thank you.
好，今日请埋阿峰过嚟呢边。
三間學校係？好，首先係嘉敏堂濱南紀念中學，作品名稱好得意嘅，係路易士綠燈延長計劃。恭喜曬！第二間係山田蘇治中學，作品名稱係《輪椅人士的電動車》。恭喜曬蘇治中學。而第三間係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芬紀念中學，作品名稱係《道路平坦化系統》。恭喜曬！係幾間得獎學校嘅同學咧，佢哋都關注到輪椅人士喺馬路上面嘅一啲狀況。麻煩曬，中间的镜头啊，好，台上同学，我想恭喜张飞。
Song for Tomorrow 嘅另一位觀眾大師梁耀榮先生上嚟同我哋一齊高歌啦！掌聲歡迎阿榮。好，今次我哋講中間嗰邊，係講下你中間嗰邊係啦。好，咁啊喺台上面呢一度咧，咁啊有阿潘喺度，有阿榮喺度，咁啊當然咧要請你哋預備為我哋宣佈。